志玲姐姐、国民姐夫大方放闪，冲观众席开心击掌，超甜互动，闪瞎众人。国民姐夫 Akira 九号率领放浪兄弟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开唱。老婆林志玲当然也亲自到场支持，昨天在社群贴出演唱会当天夫妻俩的甜蜜互动，闪瞎一票网友。只见林志玲身穿放浪兄弟的周边 T 恤，为老公 Akira 加油打气。Akira 在表演途中走到观众席与粉丝近距离互动时，看到老婆还开心的举起手与林志玲来个 high five， 贴文短短不到一天的时间就吸引数万名粉丝按赞，网友们也纷纷留言。